各位首长，你们好。首先欢迎你们前来参观古田会议专题陈列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厅正面的这幅油画，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，它生动地反映了古田会议召开时的历史情景。1929年12月，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率领红四军游赣路闽，飞渡汀江，三克龙岩，直下永定、上杭，取得了军事上的决绝胜利，开辟了闽西革命斗争的崭新局面。下面请大家跟随我步入展厅参观，这边请。来的正好，郭指山，你的特务连带上马克金重机枪去连敲他的喉咙。是，特务连，有事。放开我！走，你给我走！放开我！嘿，你个死丫头，这胆子不小啊，还敢跟我犯贱！你他妈给我走！走你！猪毛草扣，这顶个屁用！啊，我们捏死他，就像捏死一只臭虫似的。来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来，喝，喝，喝！团座，放开我！走，我恨呢！团座，团座，您要的人我给您带来了。哎，团座，您瞧瞧，这脸蛋还行吧？啊，这一掐都能。都能掐出水来！哎，刀疤刘，团座要的可是黄花闺女，你怎么弄个嫁过人的呀？啊！嗨呀，你们就放心吧，她呀是个黄花大闺女，她叫阿梅，这本来啊是卖给城南高家少爷做童养媳的。可谁知那个短命鬼还没圆上房，他就死了。是吗？好，冲啊！
过来两个赤匪包围了。什么？钱还不起，你他妈就是我的人，我还告诉你，别说我把你卖到窑子里去，就算我把你打死都没人管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钱，飞哥，飞哥，钱。爷，是红军吧？咱得救了。这就是朱毛红军啊！嗯，怎么朱毛红军穿得像讨饭鬼一样啊？穿的烂点怎么了？人家都把郭胖子打死了，替咱老百姓出口恶气呀！对对，欢迎红军！欢迎欢迎欢迎红军！红军万岁！欢迎红军！哈哈，啊！光养几万块啊啊啊！枪支几千条，啊，还有粮食和布匹啊。润之啊，这下你可尝到了财大气粗的滋味了吧？从井冈山下来呀，我们就是受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啊。闽西群众好，革命基础好，我看呐，闽西就是一块很好的根据地呀。嗯啊，哎，那我们呀，就在这儿当一个。红色山大王，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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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哦，首长，这是正宗的德国造马克沁重机枪。哦，你看，哦，这是出这个牌子。哎，连长，嗯，这是什么弹药啊？这地雷吧？什么？地雷？啊，那叫罐头。嗯，干啥使的？填肚子的呗。傻小子，不识洋货了吧？这可是好东西。子珍啊，回头啊，你把这些罐头送给伤病员去。好。长官，长官，长官，您就收拾我们吧，长官。哎，你俩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哎呀，去去去！长官，我们真的想当兵，长官。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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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让我们首长看看啊！啊，就你这个身子板啊！别说打仗了，给你杆枪你都扛不动，我吹口气给你吹到墙外边去，你还当兵呢你？哎，哎，请请请请，请问你们哪位是朱毛长官呀？对，我们要参加朱毛红军。哦，朱毛啊是两个人呐。哦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
这位是毛泽东委员。毛委员。还有，来，这位是朱德军长。朱军长好。哎，你怎么骗人呢？你们这儿不有女兵吗？你知道什么？这是你这……哎，同志哥，大家都出来闹革命，不是好事吗？革命革命啊，就是要团结穷苦老百姓，革掉地主豪绅的命嘛。你呀，哦，于杰兄啊，我是突然发现啊，我们现在有部了，可以给战士们添一套新军装了。哦，对头对头，这下咱们的行头不就齐了吗？长官，我可以带你们去染房。哎呀，好，太好了呀！这回啊，我们真要大批量的做衣服，这没几个能干的女兵，恐怕我们还真忙不过来呢。我也会缝衣服。我们是红军啊，我看啊，在战士们的领口上啊，再添两块红领章吧，那就是两面红旗。哎，你这个郭丞相啊，这一次啊，总算砸准了，啊！慢点走啊！谢谢何大姐。把头发剪了啊，梅。啊，贺大姐，我觉得这样好看。是好看，利落，一看就是咱们红军女战士。我刚见到你的时候啊，觉得挺奇怪的，你这么小的年纪，怎么就嫁人了呢？我还是个寡妇嘞，我爹借了高利贷还不起，把我硬卖给人家做童养媳。可谁知那短命子得了天花病死了，婆家就说我克夫，不要我。放高利贷的又差点把我卖进窑子里去。后来是红军，红军来了，救了我，让我有家了。毛委员，吃饭吧。啊，放那儿了。雷公，雷公，哎，等等我，我就是辣椒。有辣椒啊？哎，我也要啊。哎哎，报之名目，辣椒开胃，缺一不可啊。水生，嗯，白匪的报纸真能胡说八道。咱毛委员这不是好端端的坐在这里吗？嗯嗯，你识字？嗨，也不识几个字。从小爹娘就盼着我读书识字，为了这，还借了高利贷。后来，活活被人逼死了。哦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报告毛委员，我叫雷姑。雷姑啊，
我们干革命啊，是为了全天下的老百姓啊，人人都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书读，不再受这样的苦啊。我看啊，你可以当个小官啊。那可不行，我不行。是个芝麻官嘛。你以后啊，可以做个小先生，教教大伙儿读书识字嘛。那太好了。对了，还有啊，你们要是找来报纸的话，都给我送到这儿来。我这个人呢，有一个毛病，要是一天不看报纸不吃辣椒，我浑身上下都难受啊。啊，是是。去吧。爹，娘，你们要是能活到现在该多好啊。咱们穷人不是天生生下来就活该苦命的。雷姑她现在可有出息了，我们跟着毛委员、朱军长活着也有奔头。姐，雷姑，给姐这几天一直忙着编这些平底斗笠，你白天带着它可以遮日光遮雨，路上要是累了可以放在地上歇歇腿儿。姐还特地给你编了一个标记，好看吗？好看，真好看。中央2月7日发出的信，中央特派员刘安公同志还带来中央的命令，要我们红四军分散武装，还要你和我去中央学习。太悲观了吗？中央对当前的客观形势和我们主观的力量估计的太悲观了。我不走，就是拿轿子来抬我，我也不走。对，你们俩都不能走，都走了还叫啥子竹马红军嘞？再说了，红四军也要分编，井冈山失守就是分兵出击啊，这是血的教训啊。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嗯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，环境越是恶劣，我们的部队越必须集中，这样才能在游击战中稳操胜券，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。我提
马上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回信。好，我来起草。还有啊，我们部队里的成分很复杂呀，有很多人，还有旧军队、旧军阀的习气。我们必须集中进行政治思想工作，统一思想。刘安公同志那里，我去做做工作。人质啊。我们下边应该怎么走啊？最近啊，我看到的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同志，他起草了《闽西历年革命斗争和敌我的情况》。哎，闽西各县的斗争形势啊，很好。群众们呐，都盼着我们红军呐，早日回到闽西，建立革命根据地呀。喝了几口猫尿，啊，惯得能在路上走蛇步了，多好看呀！啊，你们他妈的把红军的脸都给我丢尽了！敢在路上砸明火！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郭铁匠，专打你们这些贱骨头！啊！给我狠狠的打！是。啊！哎呦，哎呀！轻点，轻点。哎，知道知道。哎，连长，雷姑他们抓的那两个家伙呀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一个是放高利贷的，一个是妓院的老鸨，那就更应该把他的黑心钱缴了交光。那你，哎呀，行行，你别打岔。我现在正想大事呢，我。哎，是不是又要开会了？你说吧，现在两派的矛盾都特别激烈。中央来的那刘安公说毛委员是家长制作风，他要搞军事领导政治。哎，弄得人心惶惶的，你说现在。哎，我听说那个刘安公，咱们管不了上面的事儿。哎，行了行了行行行。越想越心烦，咱们泡个澡去。顾连长，顾连长，你根本就没把事情查清楚，我弟弟他是冤枉的。那两冤枉他什么了？啊？巡逻的时候喝酒闹事砸明火，他就该打。是，就算喝酒有错，你也不能把人打成那样啊。再说了，你顾连长的威风，难道就是靠打屁股打出来的吗？还叫你给说着了，这带兵打仗就跟打铁是一样的啊，不敲敲打打一辈子成不了气候。你要是心疼你弟弟啊，赶紧把他带回家去。你这是军阀作风，我找毛委员告你去。这还长能耐了啊，还找毛委员去？你去呀，水生。
你要说什么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要偷裤子洗澡了。哎，你。水生，下来吧，洗洗身上的晦气。连长，游得真好。连长，什么时候教教我游泳啊？好。润之。我怎么觉得朱德和陈毅这几天好像心事重重的呀？马上要开七大了，在会上啊，肯定会争啊。长久以来，在我们的队伍里，一直有分歧啊。单纯的军事观点。流寇思想，排斥党的集中领导。这次阿月来信，等于是给错误思想撑腰啊！哎，共产国际在莫斯科，中央却在上海，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红四军的情况啊！这不是，哎。阿梅同志，你这是？毛委员，我是来告状的。告状？你是来告谁的状啊？振山，我今天得好好批评批评你。你说这大白天你光着屁股洗澡，路过的大姑娘小媳妇要是看见了，这影响有多不好？毛委员，你说这谁能想到这地方？怎么着？你是不是不服气啊？你是不是觉得阿梅不该告你的状？你打骂士兵还有理呀？我那是管教他们。管教？你把人就管教跑了，还去管教谁呀？哦，对了，我问你，前几天连里的伙夫给你打跑。还在人家全连吃了好几天的家常饭，你也不想想，那时候啊，你就像受气的小媳妇儿，给恶婆婆折腾的，怎么着？现在小媳妇熬成婆了，你就去折腾你自己的媳妇儿？你觉得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啊？最近啊，我想把三大纪律六项主义再增加两项：洗澡比女人，不随便大小便。真是，你想想，我们连俘虏都要好好对待他们，更何况是自己的战士？带兵不是打铁，战士不是铁块石头。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呐！
抢钱喝酒的事儿，你没搞清楚谁是主犯，谁是从犯。雷姑为什么要接触那个放高利贷的人呢？那家伙就是杀死他亲爹娘的仇人。同志们，我们请阿梅给我们讲这个好不好？好。韭菜开花一杆子新哟，剪掉旗子当红军哟，保佑个红军万万岁，海枯石烂不变心哟，呼嘿。呼嘿。毛委员，毛委员，您看，什么呢？这是我刚从一个地主老太太家翻出来的，我觉得您肯定需要，就赶紧送过来了。好啊，太好了。润之，啊，你来看看这些要不要都带上？贺大姐，哎，来了。哎，毛委员，您这要去哪儿啊？我另有任务。毛委员，您能不走吗？我会回来的。雷姑啊，就送到这儿吧，你回去吧。蒋介石坐镇江西南昌，下达了三省会剿的命令，调集了赣、闽、粤三省13个团的兵力，计划分头进犯瑞金、长汀、连城、龙岩、上杭和永定。敌人要来了，毛委员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哦，我们会去找毛委员。和他一起共商抗敌大计的，去找他。战士们可都盼着他回来呀。朱军长，
猪毛红军，猪毛红军，猪离不开毛，毛离不开猪啊！难道就因为中央来了个特派员，咱们就过这山？念经又犯了，啊！子辉来了，哎呦，慢点，咱们这儿还有奎宁片吗？啊，我没事儿。上一次啊，你们闽西特委专门派人给我去买药。还牺牲了一位同志，我真是过意不去。哎，吕志兄，你看，闽西医大的材料我都整理出来了，这一篇就是你帮我修改过的政治决议案报告。还有，很多代表都跟我反映呢。说你当初提出来要求他们多做调查研究，这一点很正确啊。现在他们在工作中都受益匪浅，连很多闽西的老百姓都被发动起来了。啊！洪世金。有消息吗？我听说刘安公和朱军长他们准备带领部队去攻打广东的东江和梅县。什么？吃了啊，嗯，都准备好了，嗯，哎呀，绑腿松了，别，姐不吃你吃啊，一会儿上战场啊，紧跟你们郭连长，嗯，听话啊，嗯，郭连长说了，这炮弹呀可不长眼睛，嗯，注意点安全，嗯啊，哎，姐啊，啊，你怎么一口一个郭连长，一口一个郭连长的，你这不是看上他了？说什么呢你？来过，快吃。啊！出发了，是。小心点啊！嗯。出发。向总部报告，敌人的炮火太猛，我们根本顾不上去了。郭连长，政府命令停下去。你说什么？我的一个连的兄弟都快打没了，你让我怎么停啊？啊！我去。啊！啊！
医生，麻药没有了，那个士兵快不行了。报告，三纵九支的罗荣桓代表负伤了，中央特派员刘安公通知他。他怎么了？他牺牲了。马上通知一纵去增援，已经被敌人包围，一定要想办法掩护他们撤下来。是。黄医生，是呢。你们卫生队要抽调一些人手，去接伤员。好的，让我去吧。好。撤！先走吧，要走一起走。翻过前面那个山，就是咱们驻地了。快走！我不想丢下你。
军长。镇山。伤得不轻啊。伤得很重，他还在昏迷当中。雷姑找到没有？来当兵，小子，来当兵啊，当兵啊，当兵就有饭吃啊，当兵圈子花要两块大洋啊，两块大洋。哎，小伙子，小伙子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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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来当兵，来当兵，当兵就有饭吃啊，圈子花鸭两块大洋。来来来来来，当兵当兵，圈子花鸭如果能抓到共匪，10块大洋，10块，圈子圈子。来来来，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，来来来，来来来。连城，连长，连长，连城。天，人，天。
同学们，这个黑板上啊，写的是一个手字，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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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了，同学们，我们都有一双手，人人都有一双手啊。同学们，用手都能做哪些事情啊？我要用这双手拿笔当教书先生。我要用这双手拿枪打仗当红军。啊，好，好。我要用这双手打土豪。好。我要用这双手抓田鸡，喂杨先生不要身子。这是我让子珍啊，专门准备的辣的，吃了后发发汗，退烧啊。哦，这是新泉的豆腐，营养丰富，吃吧。多亏乡亲们啊，在河边发现了你，要不然你就没小面了。毛委员，哎，这里的人呐，都叫我杨主任，你以后啊也叫我杨主任吧。杨主任，我们去打梅县了。哦，那个什么特派员他下指挥，部队被打散了。您不知道当时有多惨，好多的战士都牺牲了，水生也死了。我一个人逃出来，到处找咱队伍。我要找朱军长去，要不咱们红四军就完了。你别乱动，还要不要命了？医生现在该怎么办？早就没麻药了，连长，你忍着点。要疼你就喊出来，使劲的喊出来。我要找朱军长。请毛伟燕回来。您一熬就是一宿，而且每次只点一根灯芯儿，太费眼神了。哎，我呀，给您买了一把灯芯儿，每次给您多加一根。乡下有多少穷人家点不起油灯啊，他们只能点松枝竹片来照明，我们能点上油灯该知足啊。再说红四军也有规定啊，晚上战士只能点一根灯芯的油灯，就算你当上了干部，
也不能搞特殊啊。我真替您叫屈，我就不明白，他们这么对待您，您却连一根灯芯儿都不舍得用。眼下在打仗啊，节约一滴油，一根灯芯，都是为了革命胜利做贡献。雷姑啊，我们干革命啊，不能为自己升官发财。公家的就是公家的，我们不能拿公家东西揣在自己的腰包里呀。我们革命也不是为了哪一个人，而是让全天下的劳苦大众啊都过上好日子啊。毛议员，我觉得他们这样对您不公平。作为一个革命者，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，个人荣辱算不了什么。你看，我这不是很好吗？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不能退却、放弃。做懦夫和逃兵啊！毛委员，汤凉了，我给您热热去。哦。毛委员。我要向您承认错误。我是个逃兵。人生易老，天难老，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，但看黄花，不用伤。一年一度，秋风尽，不似春光，胜似春光。
辽阔江天万里霜，辽阔江天万里霜，但看黄花不用伤，但看黄花不用伤。江山如画，何伤之有啊？我看这一句应该改成战地黄花分外香。嗯，雷姑啊，我这么改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。作为一个合格的红军战士，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能打退堂鼓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有信心有勇气去战胜他们，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。人生已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今又重阳，战地黄花分外香，哎，一年一度秋风劲雷，不似春光胜似春光，辽阔钢铁万里霜。先有农村红军，后有城市政权，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。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，这是正确的，绝不动摇。是啊，是9月28号，中委来同志亲自写的指示信。这次我到上海啊，向他和李立三同志做了汇报。中央啊，肯定了润治同志的正确主张啊，也肯定了红四军在全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嘞。中锋啊。这封九月来信呢、啊，哎，太好了，嗯，太及时了。是啊，周恩来同志还指示，请毛泽东复职啊。好啊，太好了，咱们这就把毛委员请回来吧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哎，钟红啊，你赶紧给润治写封信。嗯，哎，啊、再把这个九月来信啊，给他抄几份。好，好，阿梅啊，跟郭连长一起去啊。毛委员那儿啊，急需要卫生员照顾来。是。是。来润治喝药吧。真的。你这病啊，老是时好时坏的，怎么就断不了根呢？哎，你放心吧，没问题。我们的蒋委员长啊，处心积虑。悬赏10000大洋买我的人头啊，都不能如愿。哎，我就不信啊，这恶心疟疾，他一分钱不花就能要我的命。来，毛远。哎，子慧来了。毛远啊，我刚才出去打探了一下，哎，最近这附近啊总是有白匪出没，哎，我看咱们得赶紧收拾一下东西，随时准备转移了。遇到情况啊，别紧张，等敌人进了射程再开枪。雷大哥，雷大哥，我们抓住了两个鬼头鬼脑的白匪探子。走。哎呀，我说小朋友们，你们不熟悉站岗，哎呀，你说你们缠着我们干什么啊？你们到处打听杨先生干什么？这么说，杨先生真的在你们这儿？我没说。你这个笨蛋，
这不是告诉他们的吗？我没说。哎呀，姐姐剪了短头发，是自己人，也是红军。孩子们，我们是红军。雷姑，姐，雷姑，姐，雷姑，姐，雷姑，你还活着？那边就在那边，快点，都他妈快点！队长，我绝对没看错，村口把守的可严了，里面一定有共产党的大官。嗯，好，走，快点！雷姑，雷姑，赤卫队员都来了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能守住村子。情况紧急，他们后面可能有大部队，你们赶紧准备担架，掩护杨先生往山洞转移。是，好。雷姑说的对。不能和他们硬拼，先掩护杨先生和乡亲们往山东转移。这附近还有很多白匪的主力军，万一他们要是放火烧山的话，所以我马上回去。这里地形我熟，我去搬救兵。郭连长，您的战斗经验最丰富，您留下来保护毛委员。我和雷姑一起去，我知道大部队在哪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阿梅，注意安全。他们要是把桥封锁了，咱就出不去了。姐，走，来担架。任志雄，快上担架吧。哎，我自己会走的，你们不用抬我。毛委员，咱们快走吧。下去。什么都没有。哎，长官，这滚！长官，滚！滚滚滚！别滚了！怪你！滚！老死！拿走！男一女是赤匪，哪儿的？往那边走了。你们两个，留下，
其他人跟我走。是，你前面带路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走。宝元，咱们快撤吧。宝元，赶紧走吧。郭连长，我想这里已经安全了，你现在赶紧回去，把这里的情况跟朱军长汇报一下。是。你们两个跟我走。走。哦，是个好地方啊。啊，您看，润之兄，仲红，润之兄，仲红啊，润之兄，你受苦了。哦，党中央和红四军的全体指战员委托我接你回去呢。革命不容易啊，真是很难很难呐。坐吧。
任子兄啊，你看，这两根奎宁片啊，是恩来兄特地派人到国外给你捎回来的。哦，恩来同志还真是有心人呐。这次去上海啊，恩来兄狠狠地批评了我，这不能全怨你吗？主要还是安公同志啊，他在这个问题。任志兄啊，安公同志这次攻打大户普氏的时候牺牲了，什么？安公同志他牺牲了？兄啊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此次出击东江，攻打梅县，损失是惨重的。刘安公牺牲了，罗龙环身负重伤，三个纵队的兵力伤亡近千人。刘安公牺牲前也深表忏悔，说他积极主张的出击东江攻打梅县的决策是错误的，让于卷兄啊把你请回去啊。于卷兄也深表忏悔，悔不该当初没有听你的意见啊。哎，谁也不是打娘胎里出来就会干革命的，失败和挫折教训了我们，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了。任志兄啊，玉姐兄盼你赶快回去呢。这谁都知道，猪毛猪毛，猪离不开毛，毛也离不开猪啊。哎，没有猪何有毛啊？玉觉兄，润志，润志，玉觉兄，红四军的战士们欢迎你回来呀。王浩平，我知道
雷公是为我牺牲的。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，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。若不彻底的纠正，这中国伟大革命的斗争给予红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。我们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，是一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武装起来的新型军队。这支军队是人民的军队，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。说到底，我们的原则是什么？一句话，那就是党指挥枪。